Yo， 大家好，今天又是美妙的一天，因为今天 Grouse 终于开门了。今天是12月8号，今年12月8号才开门。今天温哥华真的是没雪啊。每年 Grouse Mountain 开门呢，它就只会开 Paradise 一个新手区，但是新手区它的 Grouse Park 都会做两条 Rail Line， 一条简单，一条难。今年呢，换了一双新的 Ion 的鞋子，比较硬，真的是得适应一下。好，我们就来看看，热身一下，看看今年 Grouse Park 开门有什么 feature。 哦，滑雪了， Come on， 哦，哦，还会吗？我，哦，靠，我感觉我不会滑雪了。哇，哇，哦，好难啊，来个 board slide。 Hey, how are you? Good to see you. OK， 刚刚说明我还是会滑雪的，还是会5050的，这次怎么也来个180下吧。Alan， 准备做什么？啊，双爆。OK， 来看看。好，等他那个。Yeah， 来不来玩 Game of Snow？ 随便，就是什么热身版 Game of Snow 啊，就是把会的招都重新学会。对啊，对啊，好，那就我马上就走了，就随便玩玩一下呗。好呀。那再来一个防波。好呀，好。好美啊！到你靠了，随便靠一个。Back to out 喽。Front to out。防波 to out。OK OK。哟，帅啊！你的两个2R都很帅啊，现在。我吗？牛逼啊！对啊。我啊？对啊。哪个？跟两个2R两种都很帅，我觉得。对，现在。感觉非常不帅。要求太高。哎，对，你踩中间了，但是我觉得踩中间也挺好看。是吗？踩中间 pop 的高一点。对对对。哇！我跟 Alan 在玩那个。五计分的 Game of Snow， 哦，参不参加？你们套啥车？我们马上就结束了。你喊个 trip， 我们跟着你一起做。我们刚做了 front， 我也想练那个 front tail。front tail， 但我们刚做了这个。啊？哎 ，front tail 就是前刃起跳，然后是压后脚，然后顺着下。哦 ，front lip， front lip， back to out 啊。这个吧，这 backboard 对吧？对，就是 back one， 但是是 front 再起跳，然后 front tail。好，今天front 再起跳，哦，我也是 ，halfway。今天我连 lip 都没做过，懂了 ，halfway 的我练的最多了，有点后悔，后悔叫郭凯文加入了。那个我也没玩过，我也不会。GoPro stop recording。Nice.
如果你奥利的话，身体就会比较正，两个脚跳的话就会跳歪掉。你刚刚就是跳歪掉了。你不跳太矮了，就不要怕，要奥利呀，就是你上半身不够直吧，有点趴，趴了再往前跳的话就会趴更对。如果你上之前是直的，再奥利啊，就那种感觉。不客气。哎呦！对你跨这一招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一点。然后那个槽，我不想飞那么远，然后就飞了那么远。我操！我也不想飞这么远。我感觉我要走了，那就好的。我跨，我再跨最后一次再走。好呀。我要搞怪了，我跨 Switch 50 from 1 out 好了，简单啦。我操！我们今年都没做过 Switch 50，还好我从来都没做过，从来管子连 Switch 都没上过。哦，那是有点难。我觉得我们也不一定能成。试试呗，不行就算，反正也不计分。行，再修啊。不，他要改换。我要改那个。那个你的噔噔 backboard， 然后敲板尾，然后噔噔啊，对啊，哦好 ，front one， 对，再 front one， backboard 噔噔嘛，好呀，走啊。哈哈哈哈哈，又度过了很开心的一天，终于，也不是终于了，现在就要下山了。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每年的这个 Gross Opening Day 呢都很开心啊。第一次滑雪，经过了长长的夏天，然后来到山上，闻到这个熟悉的味道，然后呢见到一些很久没有见到的朋友，然后一群人就撸几根管子，滑雪的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我觉得这四季这个区分呢，我觉得对让滑雪更有魅力吧，就是短暂的分离，就会让你每年呢都有半年是没法一起滑的，没法滑雪的，就让你更加的珍惜可以滑雪的日子。哎，好了，今天就这样 ，peace。